你居然还照顾他，给他煮粥送到床边，我都没享受过这种待遇。Surprise！ 你怎么来了？哎，我来看你啊，我想你。哎，别，不是说了不让你来了吗？你什么时候有时间，我过去找你啊。哎，你煮粥了呀？你别碰啊，这是大神的碗，你不能碰。他的我不能碰，为什么你能碰？ 那我不一样啊！是啊，我怎么就碰了？林小迪，我饿了。哦，来了，你就站在这不许动，听见没有？我就动，不许动。来，先把粥喝了吧。 我得去除了一个人，是他吗？啊，不是不让你进来吗？我不进来看看，我都不知道，你居然还照顾他，给他煮粥送到床边，我都没享受过这种待遇。我给他煮粥，是因为他……是为什么？你跟我说实话，你们发展到哪一步了？ 哎呀，你别乱想，不是你想的那样，别往我的事儿了，你先回去好好工作啊。陆阳，你有什么资格在这装大爷？林小蝶又不是你佣人，凭什么伺候你？我跟你说话呢，你不要总一副目中无人的样子，你这真的很讨厌。行了，赵木然，差不多得了，今天不是你找茬的时候，听我的话，先回去。我不走，我就讨厌他怎么了？这里是我家。 讨厌我的话，你可以离开啊。我凭什么走啊？我是来找小迪的，你没这个资格。哦，是吗？林小迪，我的衣服你洗了没有？洗了，在阳台上晾着呢。很好，不过今后这种粗活烂活就不用自己做了。什么？你要给他洗衣服了？不行，我要跟他拼了！别别别，林小迪。 明天早晨我们吃面吧，我想吃西红柿鸡蛋面，换换口味。可以啊，啊不是，哎呀，大神，能不能现在别说这个，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。都是一些家长里短的，有什么说不出口的？好，听你的。小蝶，你放开我，我绝对不能放过他。不行，哎，赵木然，你给我换的这身衣服也不错。你给我闭嘴！啊！你一个都不让我生气，出去，出去！